乖乖，这台30几万的威霆破面包，竟然被我花10几万打造成最高排面的百万级别商务车，就问你帅不帅？兄弟们，来来来，现在这屌炸天的外观，那是肉眼可见的气宇轩昂，走在路上绝对就是六亲不认的步伐。还有这繁星的外观，包括咱们的肉眼可见的三眼皮的大灯，还有这迈巴赫款式的轮毂，还再给你加上帷幕小糕点，就这随便拿出来就能买我一条命。要看商务车好不好，那一定要看内饰到底好不好。原先这台车毫不夸张的说，比我头和脸都一样干净，真的就和毛坯房一样。而现在之前那个毛坯房直接摇身一变，竟成精装修房。兄弟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给你们进行分享愉悦了。来来来，手动门直接变成电动，塑料门板直接换成铝合金，原来毛绒地毯直接给你安排一套大理石地板。重点来了，兄弟们，原先织布手动座椅直接给你换成慕斯款式的航空座椅，座椅带有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、座椅按摩，而且还为了老人方便，直接给你配了手持的液晶屏幕控制。再往这手直接给你安排一套全自动的遮阳帘，还有咱们的全自动的折叠小桌板，还有折叠腿托。这样的一个升级，是不是显示出这台车处处彰显着科技感？再往上走，原先织布的顶，我直接给你安排的内饰集成顶，还带有贯穿式的顶灯，而且给你佩戴了有氛围灯。同样，董林子电视机我也给你安排了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哇塞？这仰天躺平的姿势，还有这氛围灯给你衬托一下，哎呀呀，兄弟们真的是有那味了。再来看看后排，原先只能拿来装宠物的后排，我直接给你安排一个可前可后可坐可躺的电动大床床，就这1.8米大的空间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能装几个小可爱？商务车内饰的天花板，那必须对标奔驰迈巴赫，兄弟们跟我来！哇，这简直就是把迈巴赫的仪表台直接搬到微型车上面，这中控、这中控，还有这液晶仪表，还有这迈巴赫的方向盘，还有这丝滴的旋转高音，这座椅包覆的工艺简直就是太棒了！这个设计师团队，我简直要给他一个大大的。我勒个乖乖，花40万就能看到百万级别的迈巴赫商务车，想想真的是太美了。